这么大的吧，抓着你的吧，肩往下，一边肩往下，同时往前干，还没往下，你看，这么大的吧，肩往下，同时旋转，这么大的，你看这肩，你看，肩，往下，你们看，你看，往下的吧，肩也旋转。哎，好点儿。他肩一往下，你看这不是打的吗？是吧？你这么着，你看这不是打不了了？你看顶住，这不打不了吗？肩往下这么旋转，你看这不能打了吗？换了个地儿。那这是棚是个几呀？这往那儿斜角棚。斜角棚。等着，一块儿坐，等着呢，一边走，走啊。哎，这皮子下来，肩能不能再往下点啊？你下完了来不中，你看我学你啊，这还怎么那儿？肩往下这么旋转是一个劲儿。好、哦，哎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可以，这差不多。他，你这么着，你看我这一打，这么着一抓你，或者一来弯的，你看。肩往下的，往下沉肩，同时这个做这个，往这边来，对，你都是他俩不合适。你看，肩往下的，你下完了之后再打的，一垒手，一抓手，一抓手，你看，你都这么着，你抓，你看这么，肩一往下还旋转，这不是这样的吗？啊？你头里得给这样的呀，走冲下去了，对，不错，那这一个做个整的呢，这从头来啊，做个整的，这走这就不，你看，始终在走，你看。动力小再动，要不麻烦不了。对，麻烦。动均匀了，肩老打的很好了。你看我学你啊，把它利用起来。你看，肩的不能咔嚓。往上这个来看，你看，缓缓的，你看，都扔到这边太重了，这个。你这一打我，你看我一抓你，麻烦呀，好，你看拽了，你看，这样来了，你看，抻肩肘手，你看，是个整体劲儿，是吧？你看这个啊，有肩有手，你看肩也下，你看手也下，这肘没动，你看，肘得动。看我抓你呢，你看，哎，对，是吧？肘得动，抻肩坠肘，肘得跟着动。这是你说的完了，这有一个小转换，这样那，你是